大家好，我是巨神猫仔。近排我睇咗一本书，叫做《13 Story Tree House》，里面有讲 Sea Monkey 呢种动物。咁今日就想介绍俾大家点样养 Sea Monkey 呢种动物。水马骝是水中的浮游生物，日常主要食软珊瑚。它可以当宠物养，亦都可以做鱼鲤。外表似虾仔，可以生长到两厘米长噶。呢盒就是养 Sea Monkey 的材料，我哋一起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啊？第一样嘢是呢个说明书。之后就是一些粉，用来整干净啲水嘅。喺开始养之前就放落啲水度先噶喎，要。系，呢个就是 Sea Monkey 嘅蛋。最后尾就有 Sea Monkey 嘅食物。咁点样喂 Sea Monkey 食嘢啊？喂 Sea Monkey 食嘢，只系可以用呢啲食。呢啲食物就倒喺呢一个窿仔里边，可以俾你睇，可以俾你哋睇张说明书，睇下呢度。哦，呢个系乜嘢啊？可唔可以讲下？呢个就系教你喺边度就可以喺边只羹嘅边一个位可以喂 Sea Monkey 食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开始落啲水试下养啦，好冇？好啦。首先我们要落啲冻水。我们要落啲粉净化啲水。接着我们就要搅匀它，跟着冚住个盖等24小时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可以落 Sea Monkey 的蛋啦。落了蛋之后，我们就看看几时会孵化啦。过咗一日，我哋就睇下啲 Sea Monkey 而家点样啦。见唔见到啊？暂时未见到。我哋放大佢睇下先。唔系睇你个口啊，小朋友。似乎未出嚟喎，系咪啊？其实咧。我有一件事给你们大家听先。我今早呢一起身的时候，我看到一粒蚊子仔在那飞着的蚊子，其实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是 Sea Monkey 呢？不知道，那我们不如听日再看看它出来没呢，好不好？好啦。好啦，今天是放了卵的第二天，我们看看有没有 Sea Monkey 先。有没有啊？我放大啊！我见到一只啦，喺边度啊？两只啊！喺边度啊？喺呢度啊！系喎，游下游下嗰个系嘛？你褪开少少去左边，咦冇咗嘅？我见到啦，见到啦，好似蚊子咁啊，系咪啊？系啊，好得意喎！仲有冇第二只啊？有，净系见到你个口咋，小朋友。哦，呢三只啊，喺边度啊？指俾我睇啦，都系侧边啊。系啊。
好啦，而家到第五日，我哋可以轻轻咁搅下啲水，等佢哋有多啲氧气咯。记住要大人帮手啊！轻轻搅好咯，唔系佢哋头晕噶，唔好搞到底啊！唔系你毒死佢哋噶啦！轻轻咁样，嗱，你俾妈咪试下。跟住我哋就可以开始喂食物啦。不可以多过呢一羹仔噶喎，记住。少少，你不得。你不上嚟，跟住俾我望一望，多少少再多啲。开始喂啦！喂啦喂啦！诶？咦？佢溶喎，嗰啲粮啊，哇，跌落去啦！吃不吃到呢？他們吃的，他們可能不是沖過去吃的，可能是要溶在水裡才吃的，我想是吧，有沒有說他們吃的？沖過去的真的有嗎？剛剛沖過去我哋最后尾得翻一只 sea monkey 咋？可能系因为我哋啲水温唔啱，又或者之前喂啲嘢食太多啦，所以最后其他 sea monkey 都死晒啊！所以我哋今次呢一个实验系失败。好啦，我哋介绍完 sea monkey 点样样啦。如果想睇多啲我同巨神猫妈咪玩嘅嘢，记住订阅我哋嘅 channel 啦。拜拜。